9月18日晚，王诗诗、王媛媛、吴千语等人一同出席秋冬时装展。日前黄百鸣儿子大婚，吴千语与男友林峰同往教堂观礼，两人被直看得入神，林峰更动情地抓紧女友的手不放。对此吴千语坦言，这一次是自己的朋友，所以感觉会有点不一样，而且我觉得最感动应该是在交换戒指的时候，很不一样的感觉。虽然深受感动，但千语还是否认萌生婚意，但却表示希望将来婚后能够尽快生个 baby。 我很喜欢小朋友，将来也一定会生小孩，但是太遥远了，这件事情还没有计划，就是我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。而同样希望婚后能快点当妈妈的还有待嫁新娘王媛媛。眼看王诗诗和王媛媛都觅得美满姻缘，两人的小表妹战启清的感情事自然也受到关注。王诗诗表示会替表妹多留意，但强调男生最重要的还是人品而非家庭背景。作为她表姐，有什么好的想法？我觉得 男女的关系呢，最重要就是真心真爱的，对。那么如果他的人好的话，这个就是最重要了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